后方呢，就是每个少女心中的那道墙，包包墙，是不是很梦幻？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三峡的 Magic 国际选品，要带大家来看看各式各样的精品包。代购最害怕的三件事是哪三件事呢？第一，买到假货；第二，价格不透明；或者是说，有时候你包包已经拿到了，但是是两个月以后。今天我们帮你一次解决了这个买包包的三大问题，就是 Magic 国际选品，在 FB 上有官网之外啊，它还有现场的实体店面，你也可以来这里看看，而且保证正货。首先，我刚一瞄就瞄到了女明星的必买清单之一，就是它麻将包 LV 经典的这个皮革，然后旁边有带着一点点酷酷时尚风的金链。那为什么我喜欢这个麻将包呢？因为它就是三合一嘛，你们看得出来，这边有一个小圆包，你可能可以装钥匙啊或零钱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袋子，然后最后面呢还有一个就是主要的包包，你可以装手机或者是皮包类的。我最喜欢它的这个背带，粉红色的 LV 热卖到缺货的人气款，背上它人群之中你最耀眼，专柜定价要69500，可是这里呢 Magic 国际选品只要64800。复古棕色帆布方肩包，经典的红绿车线，还有这个老花的 Gucci logo， 因为它是侧背，休闲一点衣服，像是牛仔裤啊，或者是飘飘的长裙，非常适合。再戴一顶海滩帽，整身的 style 就会变成随性中，但是是有个性。像这一款啊，我觉得它的实用性质非常的高，它的容量非常大，里面是这样，还有一个小夹层，前面呢有一个拉链。这一款实用的小包啊，网络卖场要36300。但是这里只要29900，一只小肩包，经典不败款，让你百搭不腻。网络卖场卖36300 ，Magic 国际选品只卖29900。#马鞍包，它是 Coach 的马鞍包，它有这个 Coach 的马车 logo 在这里，它的皮革是比较硬挺的皮革，最重要的就是它是黑色系，黑色、棕色、咖啡色、灰色这种东西，你会非常的好配衣服。今年的本命包，那它价格是多少钱呢？忍不住多看几眼的时尚马鞍包，原价9800，现在只要54800，现买现赚。以上这三款呢，是谢欣推荐给大家2021的必买清单。接下来还有很多款小资女买了一点都不会心疼，而且打折打到吓死你的人气包款等着你哦。MJ 牛皮机车包，原价10500，老板只卖你5680。TB 相机大方包，网路上卖5800，老板只卖你4850。Steve Madden 后背包同款 Burberry， 网路2980，老板只卖1890。MK 贝壳包，网路价2800，老板卖你2380。MKWOC 链条包，网路2980，老板只卖你2480。不管是经典包款，或者是排队包款，甚至是人气爆棚款，你想得到的包 Magic 国际选品都有，跟大家保证一下，是不是正货？是。业界最低？是。使命必达？对，使命必达。就是找我们 Magic 国际选品就对了，有实体店面，还有网络店面哦。好啦，那就谢谢老板娘，谢谢。可以拿，收工了吗？收工。收工了，收工了，收工了，谢谢，收工。